哎呀，到处漏水，哎呦！翻得来，我得带，我么带呀？呢？带翻不带？没事过呀。太麻烦了，这个塞了，哎呀。聪明哥。别老板。我翻了，到给人别老板啊！上次你整过我嘞。这个有那海盐在那了，没肥了，拉出来，一弄了你开个了，是吗？哦。收到没有？帮我发过来了。收到没有？一百块。谢谢光哥。嘿嘿嘿，辛苦你了。就是十几分钟就赚一百块了。妈的，你这个还快个打针哦，打针也倒快哦。这个行业好啊，一下子就赚一百了，我天哪，要不用本了。有哪有烧土豆呢？我你啊。哎呀，好厉害啊！你看你妹啊，高补的两台六呢，高补的两台呢，带上嘛，两台六呢，啊，高补别呢还养下来，我他妈，你别到个就弄了，啊，你说到大赌穿个路，说弄带几毛啊，那高补别呢年纪大了，再说。那有了这台机器啊，什么都好办。没有这台机器的话呢，你就赚不了钱。这个有两个，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有两个人在那整哦，阿哥整不得。Hello， 这个一个。你好，给我的啊，比如说。啊，这是老三，哎呀，好辛苦。行了，行了，行。啊，行。阿斌又整整妥妥咗啦，呀！阿正先从中做一磅啊，呀！正先下来一虾唔，呀！虾系嘛？正先下来一虾唔呀？虾系。妈，冲火是干嘛？虾系先啊，去阿个小火去啦。小火了，肯定经验无问题东西啊，那先炸炸先啊。哎呀，得了得了，可以了，基本上可以了。冲了一下嘛，冲了一下大把水，我下来先。我脚软了，蹲在上面脚软了。反正俺出去爬了的喂，你不要感觉就全部吸人尿嘛，全部吸耶，说俺我然后我爬掉，我爬上去上面，都没爬上去，都没爬上去都记得打的。辛苦了，哎呦，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装不完啊，要分两车啊，还有三轮车个四个车的负载。啊，公路公路搞搞，我这人没有个车嘛。哎呀，你算你搞车了。给你买一台。哎呀，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两天就要卖。买下来，都你大个咩啊？买了今天来来笑呢，都不要。再搬，搬再搬，搬我今天就谈的是六万了那个，那就放了。哎，就放。就放啊！哎。这间房很厉害哦！现在啊，很少有这样的房子了，青砖房。哎呦，高铁吗？喂，高铁飞飞过不？哦，这里有高铁了不？高铁动车的飞到这里来。哇，哎，现在好少个呢，街单足了个不？冇乜油了个不？哎，来到新家啦。哎，来到三楼啊，歪个歪大啦，个人啊，你注意啊。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教一个人，给你千个的体温，总会再捐给某人。一吻便。哎，哎，那个拉住娃过来啊！哎，靓吗？哎，人人呢？啊，穿得都件衫得啵？嗯嗯，多嚟个，多嚟个。那你偷偷那个账号，你都没说出声，都没听。哦，干，好吧。那么不要面皮来煮一只啊？得，冇紧要。哈哈哈。你又笑到音先得啵？刚又笑到音嘅。要奶，可以奶俾你温下，几多度银纸？要奶吧，几样物件，一直都往国家溜落来。哈哈哈。我有你拍。阿哥呀。anh xấu rồi mình cái gì cái này cái đó cái mới cầm là hết vậy cầm nhưng mà nhận cầm ờ cái đó thì tăng cái vang vàng thì nên là à thì ra thì người sau mùi gì dạo cái mùi kí von này con có tu dầu nữa này ôi dồi cao lẹ cao lẹ tại kí von này con hay mà giờ tôi chưa chạy chiếc hơi chạy tao có tạo cái tạo này ra ai à cái này cái tay mà ai ôi dồi đem tay老的呢，咁多钱嘅都系。哎呀，喂，个机只系钱啊，噶系嘛？系啊。你说你酒后咩就知啦，系唔系钱啊？我只都打油嘅，冇喂。打油款呢，款度呢，个机呢唔打油嘅，知冇？我只奶就，我一个冇，我吊烧都挨啦，你冇？冇冇，啊，得。佢吊烧佢声啊，系，嗰个油啦，系。phải chị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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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ịu老爹就没要求啊，你说像小凤一样，和我一样高的，和小凤一样高，和小凤一样勤快，一米六八，嗯，对，小凤挺快的。现在我发现文仔来到这里，我就变懒惰了，哎呦，什么事情都抢着做，哎呦，还有我们的大儿子也抢着做，哎呦，我觉得我都成了女王了，半天女王。到半天女王，虽然女王节已过，我们补过一下女王。我们卖东西喽，老板。小凤不见，是不是被女孩给你？男女王应该怎么？三个人是吧？好开心啊！我们这两个小孩。哎呦！
开瓜开瓜开瓜。哎，那我的鞋子不见了。我的鞋子不见了。六百五十克的乘以三。你的鞋子不是在？我不知道你哦，你的鞋子去哪里了？哦，在这里嘞。哦。怪不得你的鞋子不见。谢谢。我这个还要分的，我还要分的一半呢。什么时候发货？快的话就是明天。今天下，明天发。哟，厨房那里还有两个哥哥，哎，你去拿一块给厨房。哎呦，他。哥哥，叫哥哥。弟弟，你吃过再给人家吃啊。弟弟，弟弟刚才那一块他吃过了。煮熟了怎么还有？哦，文甲哥，哎呀。弟弟，我们去外边了。这里啊，这里。这还有位置。啊，准备吃饭了。嘿嘿，永红哥还有玉林文仔文文他们都过来了，非常给力啊。还有小凤，小凤忙着拍照，快点，噔噔噔，我来了，等你了，嘿嘿嘿。